痛！那个女的劲可真大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假惺惺关心我了。我平常就这样，经常容易紫一块青一块的。李佳，到底为什么不告诉阿成？你是不是在怀疑什么呀？我也觉得冯珊珊有点古怪，但是没调查清楚之前就告诉阿成的话，太草率了。我觉得那个洋娃娃有问题，那个娃娃很旧，没什么特别。他为什么觉得我会偷他，而不是偷他的钱包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得好好想想。你不会又要想好几天吧？这一次我想快点。先上课去了。哦，未来的医学精英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小心你的手，按时抹药。